在南昌这座城市的繁华角落，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，它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你疑惑的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。这就是中书阁，极具空间色彩的书架，天马行空般的建筑，黑色镜面的地板和奇幻的灯带，会让你感觉好像在盗梦空间之中。视觉的冲击绝对会让你怀疑这里真的只是个书店，而不是霍格沃茨的魔法书屋吗？在这里你会变得友好平静，沉淀下来，尝试与作者对话。这里不只是一个地标打卡点，更是我们在喧嚣都市的一处心灵居所。南昌中书阁，一个光影与书香交织的世界，在这里邂逅更好的自己。